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麻烦再出门，可以直接在楼上聊啊。这样是我的私人房间。来看，来没事啊。房子是。来，双喜啊，来你这有点好笑啊，对不起。没看到。你想让你的女朋友参与公司管理，却又不信任，由她来做，我会看着你。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她的反应没做好。来来来，看你半天。来，对不起，来一个啊，不动。来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如果没别的事，我们要回去休息了。来看，过了。